第38题，中溯取下列六种物质的水溶液进行酸碱性的检验，其中何者以蓝色石蕊试纸检验时试纸会变色？甲氨气，乙硫酸，丙食盐，丁二氧化碳，戊乙醇，己碳酸氢钠。我们晓得蓝色石蕊纸变色变成红色，表示它水溶液呈酸性，氨是碱性的，所以不选。乙硫酸是酸性的，所以可以选。丙食盐是中性的，所以不选。丁二氧化碳溶于水形成碳酸，是酸性的，所以可以选。乙醇酒精它是非电解质，所以水溶液是中性，所以不选。碳酸氢钠小苏打它的水溶液是弱碱，所以也不选。所以呢是硫酸跟二氧化碳溶于水会呈酸性。所以第38题问我们，其中何者以蓝色石蕊试纸检验时试纸会变色？我们答案选 C， 乙丁。